的计划非常的顺利。冒险湾的居民们，注意听好，在这个能量圆顶里面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没有人可以进出这里。我们需要汪汪队。狗狗们，模仿猫就在圆顶上的某个地方，现在该进入盘旋模式了。我到处都找不到它，一定是进去里面了。那上面一定有个隐藏门，我找到进去的入口了，就在水旁边。露马、毛毛，该电光变身了。圆顶里了，莱德，我已经看到模仿猫了。我先闪了，我紧紧地盯住它了，来个华丽的逃脱吧。它在那里，我看到门了。来电光变身吧，边破坏边摇滚吧。太谢谢汪汪队了，真的非常感激你们把我们从可怕的模仿猫手里救出来。只要你被困在超大圆顶里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很好，因为海洋巡逻队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任务，我们要带海洋巡逻船去农夫艾尔的农场。啊！农夫艾尔的农场昨晚不知道为什么淹水了。露马，我让你驾驶潜水艇潜入水底，找出农场淹水的原因。预备，就位，跳下水。哎呀，我真是开了眼界了。机器狗，现在启动水栖模式。查出水是从哪里来的。知道了，莱德队长。哇，这个农场好奇怪哦。嘿，莱德，我看到一条有水流出来的水管。好的，露马，沿着水管找到止水阀，把它关掉。要是我把排水沟上面的石头搬走就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水才退不掉，排水沟堵住了。我们去搬石头。小丽，开工程车下去，把石头搬开，让水排掉。该把草地上的塞子拔掉了。好大的石头啊！但是我搬得开。行了，雷德，你快点离开那里，小丽。排出去的水有强大的拉力。知道了，倒车。谢谢了，海洋巡逻队，你们救了我的农场。只要发现你的农场淹水，就大声呼救。嗨，农夫艾尔，我是不是忘记把水关掉了？完蛋，对不起。谁都有犯错的时候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这辆摩托车好棒。嗡嗡嗡嗡嗡嗡！哦哦！哇！嗯，我的摩托车不见了！啊！我最好打给汪汪队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应该了。大家抓紧咯，大胆哥丹尼出发去救援咯。小心点，丹尼。放心吧，我可是大胆哥丹尼。有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真倒霉。阿奇，用你的网子拦下手推车。网子，做得好，阿奇！现在去阻止雅丽，我再找帮手过来。露马，我要你驾驶机电船到山坡底下来，快点！
交给我吧，莱德兄弟。哦哦，海湾就在正前方。不用担心，小兄弟，我来搞定。这真的是太酷了！来帮我们，莱德。不客气，雅丽。只要你遇到困难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，你能来太好了，我们到处都找不到羊宝宝。我们会找到他们，并且修好坏掉的围栏，对吧，灰灰？对。啊啊，螺丝起子。我帮小羊做好围栏了。我们走。嗨，古维市长，怎么了？尤美的羊宝宝把我的海滩毯嚼烂了。我们马上去。狗狗们，小羊都在海滩上，必须把它们赶在一起。知道了。小羊，快过去！我把它们赶上木筏了。太好了。木筏在谁那里？啊？潮水把木筏带走了。潮水来的真不是时候。古威市长说我的羊在这里，他们呢？他们跑去航海了。路马，我们需要水上救援，开始行动吧。救援到了，小羊兄弟们，不好了，莱德，他们咬开了木筏，现在都分散开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们得想办法让那些木头再合在一起。跑跑羊，像瑜伽课那样，跑吧，小羊，快跑吧！跑得太好了，小羊，继续跑，我来推你们回海滩。我的宝贝们，谢了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只要你的瑜伽羊开始跑跑，就大声呼救。这些小东西要去的地方就是回家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海丁娜市长不知道是怎么弄的，把自己困在超大的巧克力兔子里。没想到海丁娜市长原来是个大甜心。现在他就快要被搬进树林里了，只能靠我们去拯救他。所以这次的任务，我要派特务阿奇包在特务阿奇的身上，还有天天。啊，让我们飞向天空吧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救命啊！天天，把钓具放下来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啊！哦，天天，快点！阳光让巧克力融化了。阿奇，你现在到峡谷的底部，把网子准备好。没问题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糟糕，我差点就抓住他了。不是，网子。莱德，兔子弹开了，现在变成漂浮的兔宝宝了。路马，我们需要你马上开气垫船来。开始行动吧。现在只需要把兔子拉到岸上。莱德，出现一个麻烦了。哦，对，那些海豚看起来太靠近了。路马，我要你把兔子拖到岸上，而且要快。啊，救生圈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坎蒂娜市长，抓住救生圈！你们真是够慢的，不过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不客气，海蒂娜市长。要是你又被困在巧克力兔子里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欢迎大家来到冒险湾风浪帆比赛，第一名可以得到汪汪赞的奖杯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哇，风变大了，好像有点太大了。小心。差不多一点。
抓紧了，咕咕鸡。来了，好哎！真奇怪，突然冒出一股很强的风，海面上是怎么回事啊？哇哦，我们得去帮忙。没有太强的风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诺玛，看到你真的太高兴了。嗨，卡蒂，我马上就让你不昏喽。哇哇，救生圈。啊，谢谢你，诺玛。汪汪队，谢天谢地，你们来了。嗨，古威市长，我们来救你了。抓紧了，古威市长。莱德、灰灰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还有我的小情趣。快看我，我在屋顶冲浪。酷哎，要稳住，稳住，现在。啊啊、糟糕、啊！救到了。太酷了！真棒的飞行技术。这真是我见过最古怪的风了。风到底哪里来的？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波特先生的水果摊滚到路上的车阵中间，他被困在水果摊里。可是那是个路边摊，不是要放在马路中间的。说的对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。我要你用扩音机跟交通锥引导车子，这样我们才能救出波特先生。包在我身上。还有小丽，我要你驾驶工程车把水果摊放回原位。小丽往前冲。好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我在这里，莱德。马上就来，波特先生。阿奇，知道了。交通锥，扩音机，请大家沿着交通锥往对面开。哟，谢了，莱德。不客气，波特先生。小丽，好了吗？来了。这些捡起来，不然会被车子碾成苹果酱。苹果酱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你跟卡罗斯真好，还帮我们挂这些秋千小课。秋千很好玩的。太棒了。梅娜。梅娜。嗨，马乔丽太太，滑索课程还顺利吗？小毛绒条的树枝上，古威市长还有我弹到丛林里。别担心，马乔丽太太，我们马上到。很痒哎！那些猴子会让马乔丽太太抓不住的。我来帮他。谢了，毛毛，那样骚痒痒，差点就出大事了。莱德，我的声纳站接收到你附近的树梢上有沙沙作响的声音，听起来像是大猫，也许是老虎，也可能是黑豹，还有七，那一定是咕咕鸡兄弟们。好吧，所有狗狗到汪汪巡逻车报道。好了，我的心肝宝贝鸡，我们走吧。完蛋了！救命！很高兴你们掉进来了。Sunset in the jungle，丛林的落日。太美了，真的好美哦，兄弟们！谢谢汪汪队，你们让我们安全地来到这里看落日。不客气，
要是你们又被困在树梢的话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莱德，我跟雅莉在一起，所以这次的任务会有点不同。耶！我们冲得好快。越野车的刹车烧坏了，所以需要你们帮忙拦下车子。但是在我们拦下越野车以前，必须先让雅莉平安下车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甜甜。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汪汪队要出动了。莱德，我还不能去接雅莉，有太多树挡住了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在半空中跟你会合怎么样？耶！就到了。哦，那样挺好玩的。我们得追上莱德，现在该以最高速前进了。抱歉，狗狗们，这种高速让方向控制失去了作用。我们得让越野车慢下来。阿奇，我们试试看减速伞。好主意，莱德，交给我。我没办法再更靠近，机会只有一次，要稳住。开始，减速伞，瞄得真准，狗狗，有用了，我慢下来了。你们全都是乖狗狗，要我的团队来救我，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呢。要是你又不小心骑上失控的火箭，你要做的就是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大家都没事吧？那是什么声音啊？小鸭池塘快消失不见了，我要打给汪汪队。什么声音啊？那里水一定是从那个排水口下去的，我们要找个小东西才能进去仔细看清楚。特瓦奇，我需要你跟无人机。无人机，好了，现在看看它去哪里。嘿，跟着水管走就是地道了。无人机还要飞多远啊？这么远。无人机好像撞到堵住地道的东西了。你也觉得是那个东西挡住水吗？也许吧，我们得亲自去看看。路马，我们到地道去兜风吧。酷哎。要是我们拆掉一些木板，一些水就会开始流出来，小鸭池塘的水就会满了。好主意，莱德。慢点，路马，要是水一次涌出来的话，那就糟了。现在快走吧，不然地道的水就要满了。你们别担心，小鸭子，莱德会让池塘的水满起来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小心点，兄弟，这镜片透明又没有裂缝，我们要好好的保管。啊，那还用说？这块新的玻璃镜片会让你灯塔的光变得更亮。哇！而且对着镜片看，还会看到好笑的傻瓜脸呢。快点把镜片搬上车吧。现在把它送到岛上去，快快快点！不可以快了，我会很平稳的慢慢开，我的镜片才不会破掉。我的那些原木冒烟了，要把车停下来。刹车杆卡住了。火车停不下来，我需要帮助。好啊，
点原木的烟吧，不过要先把火车停下来。好计划，毛毛。小丽用侧边爪抓住火车，再踩刹车让火车停下来。这是我第一次抓住火车哎！哦，好，踩刹车。现在来喷水吧！啊，水枪车出动。救得好，汪汪队！小事一件啦，不用客气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的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在丛林里玩捉迷藏，真是太有趣了。先等一下，我们还要找到毛毛。Where is he？ 毛毛，找到你了。你不是毛毛，是企鹅。这可不是在丛林每天都会看到的动物。我想要蹦它们。过来，小企鹅，小企鹅，小企鹅，快出来！那一大块冰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企鹅一定就是这样飘来这里的。还真的被你们说对了，汪汪队。阿宝船长，这些企鹅离他们冰冻的家很远呢。我们最好打给莱德。嗨，阿奇，怎么了？莱德，我们在丛林里发现三只企鹅，后来又不见了。没有迷路的企鹅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灰灰，你去跟阿宝船长钓些鱼，还有带上弹弓。绿色代表去钓鱼。快看，阿宝船长给我们一大堆鱼，太好了！用你的弹弓发射鱼，引导企鹅上阿宝船长的船。Look, penguins， 吃午餐喽。谢谢你送这些企鹅回去他们的家，阿宝船长。我有鱼喂他们，这底下还有冷气，所以这些企鹅会一路舒舒服服的回到寒冷的气候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的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古威市长在追逃跑的仓鼠古须须市长的时候，不小心被困在水泥里。仓鼠市长吗？我们要救出人类市长，还要在仓鼠惹上麻烦之前拯救他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。小丽往前冲。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汪汪队，谢天谢地，拜托救我离开这里。你放心，市长，小丽知道怎么做。啊，手提电钻。谢了，小丽。哦，可是那个胡须须市长呢？我跟阿奇会找到他。你有看到他往哪边吗？他滚向那边了。糟糕，他往水那边过去了。我去救他。啊？我没看着他。你们看，是金鱼宝宝。胡须须市长在金鱼身上。路马，我按你驾驶潜水艇来救啮齿动物。开始行动吧。我到了，莱德，在金鱼肚子的正下方。太好了，你等我的信号。路马，预备喽，动手。好了，兄弟，来搔痒痒喽。爪子，痒痒痒痒痒痒。他过来了，小丽，接住他。我来接，我来接。我接到了。哦，你接到他了，谢谢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古威市长，要是班级宠物又失踪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的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太阳，太阳要下山了，要是大蜘蛛要出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是汪汪队，我们得救了。好了，阿宝船长，因为你是小朝天，我先救你下来吧。啊，爪子，快一点，我不想看到洞穴巨蜘蛛毛毛的恐怖的蜘蛛脸了。现在抓住我的盘旋板，船长。
救得好，小丽！好，狗狗们，现在去救法兰索瓦。我把你的脚从蜘蛛网拉开。等，灰灰需要帮忙。灰灰，飞到蜘蛛网的另一边，然后用爪子往下拉。马上去。让我们送你去安全的地方。哟吼，我还在这里，洞穴巨蜘蛛马上就要来了。那个影子真的是超大的。我绊得到的。抓住，全家抓住了。哦，快看，那个是洞穴巨蜘蛛！真是没想到，我们竟然在害怕那只可爱的蜘蛛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你们知道，有一群野兔跑来我们的复活节庆祝活动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，我要你用弹弓抛出点心，把到处乱跑的小兔子引进这个笼子里。绿色代表开始行动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那不是鸭子，快看，朱莉斯，是只小兔子耶！让我来吧。小兔子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很想吃好吃的红萝卜吧？抓到了，谢谢灰灰。东哥，快看，还有一只兔子，小胡须在摩天轮的顶端。天天，我们需要你驾驶直升机带篮子来摩天轮，小胡须有麻烦了。狗狗要飞上天喽。我现在看到小胡须了，拜托小心点，它很容易受惊吓。大家听好，千万不要动。啊，篮子要慢慢的、稳稳的。好了，小兄弟，现在跳进篮子里，轻轻的跳哦。哦，好位，换我做了。不好了，小兔子不会飞。但是还好狗狗会，接得太好了，天天，他成功了！谢谢你们拯救了庆祝活动，特别是救了那些又萌又可爱的小兔子。只要小兔子又遇到麻烦，就跳跳跳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从前，从前。只要到了满月这天，人们出门的时候都会特别小心，因为那东西会鬼鬼祟祟地跑出来，在暗处盯着你，四处觅食，大声咆哮，大家叫它凶猛的狼狗狗。绿色代表该睡觉了。啊呜！啊呜！哇哦，我真的跑得好快哦！真希望我的朋友也能看到。哦，我可能会吓到他们。哟，有臭鼬的味道。臭鼬看到我会怕，这还是第一次呢。哎，等等，你不要怕！哇哦，我真的跳得好远。变成狼狗狗还挺好玩的。是谁在那里？熊，快走开，不然哦！只是我啦，灰灰，我是狼狗狗。什么狼狗狗？看来有狗狗做了很刺激的梦哦。但是你是真的吓到那头熊，救了我们的棉花软糖，谢谢。哼，真的耶！好吧，如果你遇到麻烦，就嚎叫呼救。
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等我们把气球吹好，就可以准备吃大餐。怎么会？谁把餐点撞倒的？你看，市长公公，有火鸡在飞。什么？再打给汪汪队了。嗨，古威市长。白德，咕咕鸡现在很生气，而且跳跳火鸡也飞走了。你说飞走了？我看到了，我还看到别的，那是韩丁娜市长的小猫咪。交给我们吧，没有太高的跳跳火鸡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白德，我快飞到火鸡那里了。太棒了，我们在你后面，天天。莱德，我在跳跳火鸡的底座看到一个圆环，我可以用钩子勾住，把跳跳火鸡带回地上。太好了，我们先救小猫咪，再救跳跳火鸡。阿奇，先架好网子，网子。莱德，你看，还不要用钩子，天天，上面还有小猫咪。现在去追飘走的火鸡，钩子。钩到了，做得好，天天。好，快走吧，我们可不想错过晚餐。莱德，我想要谢谢你救了我的小猫咪们。不客气，下次你又坐在大火机里飘走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农夫艾尔、农夫尤美跟一些游客搭上了失控的游览车，车上的方向盘坏了。糟糕了，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把方向盘重新装回去。还有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吊起灰灰，让它从天窗进入巴士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看，是汪汪队来了。好了吗，灰灰？好了，带我上去。天天，等等。天天，莱德，我进来了。看起来很简单，我只要把方向盘放回原位，锁紧就好。不要！坏消息，莱德，方向盘沉到海湾底部了，而且我找不到刹车。莱德，游览车往河那边开过去了。莱德，吊桥往上升起来，我们没办法停车。机器狗，用最快的速度把汪汪巡逻车开到吊桥来。我们要挡住它吗？不是，我们要背着它走。谢了，汪汪队，你救了我们，才能结束这最疯狂的旅游。不用客气，只要你的游览车失控乱冲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丹尼跳了最糟糕的地方，在峡谷上空表演午餐特技，结果被风吹得头下脚上。还好他有穿着安全吊具，但我们还是得把他救下来。一张安全网马上来。嗨，丹尼，请你叫我大胆哥。哦，丹尼，啊！我是来帮忙扶你起来的。小心点，我可不想弄掉最好吃的极限午餐。好吧，可是我们是来救你的，午餐等等再吃啊。爪子，汪汪在，成功了。那是莱德吗？我就快到了。
阿奇，这是你的网子。天啦！哇哦！我都不知道脚踏车会飞耶！这个影片肯定会红。看我骑脚踏车下去吧。下不去了。糟糕，丹尼又有麻烦了。狗狗们，我们需要在空中的狗狗帮忙接住丹尼。王子，接下来就让我们送你下去。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主意。帮帮队最厉害了，特技迷们太刺激了！这次的大胆特技有个大胆的结束，都是汪汪队的功劳。谢了，莱德。嘿，只要你的特技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比目鱼号搁浅在哥哥岛上，住在岛上的鸡不让坐在宝座上的咕咕鸡离开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啊，绿色代表走，还有天天，狗狗要飞上天喽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莱德，谢天谢地你们来了，这些鸡太喜欢我的包包鸡，不肯让它离开。报告女王万岁，我们要找个东西引开它们，可是那些鸡连一秒都没有放松的紧盯着它。我想我有办法了，机器狗，哇，你去帮我拿个特别的东西。加一根钉子就行了，谢谢。快点，灰灰，那些恐怖的云往海滩吹过来了，又要下暴风雨了，莱德，我们要快一点。再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狗狗们，让它亮起来。手电筒，天天，趁现在！哦，救到您了！报告女王万岁！报告女王万岁！大家听好，快上比目鱼号！报告女王万岁！还好比目鱼号修好了。那就全速前进！报告女王万岁！哦，汪汪队，我要怎么感谢你们这次英勇的救援呢？下次你又要救哥哥女王的时候，就大喊需要黄金雕像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旅游玩家崔维斯的气球破了洞，它降落在南极洲的某个地方。猪猪，我要你驾驶铲雪车在地面搜寻崔维斯跟他的气球。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修好崔维斯的气球。啊，绿色代表走。莱德，找到崔维斯的气球了。做得好，猪猪，我们跟你过去。是他的气球没错，但是崔维斯在哪里？嗯。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找到线索。莱德，我找到企鹅的脚印，崔维斯的足迹，他们一定是往那边走了。脚印直通到那个洞穴，崔维斯一定在里面。崔维斯，我本来想用铲雪车救你出去，可是我没办法再靠过去，我的车太重了。啊，浇水，很好。洞已经补起来了。莱德，我在洞穴找到崔维斯了，可是要用我的铲雪车救出来太危险了。救援马上就到。小丽，我们需要你用盘旋板帮忙救崔维斯。小丽往前冲。放心吧，小企鹅，我会救你们的，跟我来。崔维斯，你没事吗？抓住我的板子，抓紧。做得好，狗狗们，像新的一样。谢了，灰灰。抱歉，崔维斯，我把你的地图拿去补破洞了。不用担心，那我就靠探险家敏锐的直觉找到路吧。我走到哪里就在哪里。谢谢你们帮忙，汪汪队。
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暴风雪的狂风快速往这里吹来，快点躲进帐篷里。糟糕，狼宝宝会在大雪里迷路的，我得去帮他。不要害怕，不会有事的。快来，我们去找地方躲。你看，有山洞，跟我来。这里很温暖吧？可以在这里等暴风雪过去。哦哦，这下不妙了。哦，别担心，会有办法出去的。雪已经结成冰了，所以变得很难挖。嗯，有了，啊，钩爪发射！这样好多了，快来，很好玩哦，跟我一起挖。如果有很多工作，找朋友一起做，唱唱歌觉得快乐，马上结束。点时间了啊！是汪汪队来了，继续挖，小白狼，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。你找到我们了，耶！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这风咻咻咻的狂吹，还好我们今晚会待在屋子里。嗨，农夫艾尔，莱德，我遇到了一个让人惊慌的大问题，可尼被雷吓得跑出去了。我们去帮你找他。可尼，可尼，可尼，啊、他在那里。莱德，我看到可尼在沙锅里。我们走。他在那里。我会待在附近，有需要就叫我。阿奇，我们爬下去，攀岩走避雪。没事的，科尼，你尾巴摇两下，我们就把你救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科尼动来动去的不好抱，天天把钓具放下来。拿到了，别担心，科尼，我们会带你回农夫艾尔的身边。带他走吧，天天。我们要飞了。莱德，闪电正好打在冒险湾上空。天天。我不希望你太靠近暴风雨，你走远路，绕过山，从海湾过来吧。好了，科尼，时间可能会比较久，但是我们会送你回家。马上就到家了，科尼，不过要先找到农场。太棒了！码头抬高。那些是乳牛吗？对呀、啊，帮你点亮回家的路。哼，我的科尼小子来了！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谢谢你们帮我找回科尼，谢谢你们大家。不客气，农夫艾尔，下次要找我们就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，你看 ，look， 有很大的脚印，看起来像大象的脚。我听到了，他们往那边去了。这里的隆隆声真的好大。哦，是大象宝宝哎。哦，那是诺诺。可是这么小的大象怎么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？我知道为什么了，诺诺的后脚卡了一个东西。不行，小伦，快点离开那里。回来啊，诺诺，我们只是想要帮你。不好了，莱德，诺诺往河边跑去了。
水流的速度很快。哇！小克，你能跳上竹筏，用钢索让它停下来吗 ？Of course， 当然可以喽。一个钓具，马上来，就到你了，小伦。让我把诺诺带回岸上吧。做得好，小柯，没事了，诺诺，你现在安全了，我们帮你把旧轮胎拿掉。啊！慢点，现在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准备工作做得很好，狗狗们。明天的牛仔日，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。我会帮忙加油。咦，猪圈那里好像有麻烦。哎呦，他是在梦游。哎呦！我卡住了，我最好快点打给汪汪队。进来，小丽。脚怎么样？都是泥巴，但是脚没事。狗狗们，快过来！小丽，快把那些干草捆推过来，接住市长。他把奥斯卡跟咕咕鸡冲过去了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天天，我们需要空中救援，在天天来以前，我们得让他离边缘远一点。阿奇，你爬上去，攀岩走避险。国市长，拜托。抱歉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做了很棒的梦哦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威力狗已经可以超威行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，狗狗们。看来冒险湾又来了一个坏蛋，虽然还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我们知道他拥有超能力。哇哦，不管那是谁，他速度超级快，而且超强壮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。威力小丽，我要你用超强力气把那些铁轨弄直。还有威力灰灰，我要你用能量工具把那些铁轨迅速的接起来。好，威力狗要出动喽！那个超级坏蛋对铁轨做了什么？有我在就能搞定。凯莉戴利在现场，欢迎你的收看。记者在冒险湾火车铁轨的现场报道。啊！糟糕，火车比我们想的还要接近。灰灰，想办法尽快把那些铁轨接起来。小丽，我们去通知火车司机。马上去。糟糕，我好像来不及停下来。交给我吧。铁轨修好了，小丽，放开火车。谢谢啦，威力狗。各位观众，本台最先报道，威力狗拯救了火车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威力狗已经可以超威行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这次是超奇怪的救援行动，不知道为什么魔法猫用旋风力把比目鱼号一路搬到火山岛的山顶上。救命啊！好怪哦。
威力狗就必须全员出动。好了，威力狗要出动喽！哦，哇哦，小心啊，下面有很多这熔岩呢。他在那里，狗狗们。等等，阿宝船长，狗狗们，你们都跳上比目鱼号。我们的体重加上去以后，应该能让船往火山口的另一侧翻，沿着火山滑下去。快成功了，撑住，狗狗们。大家准备溜滑梯喽！哇！哇！太好了！我的船经得起风浪，溜滑梯也没问题。谢了，威力狗。耶！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海丁娜市长拿走可以在水上行走的鞋子，现在往海龟岛前进了。可是海龟岛四周都是危险的岩石，他可能会受伤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。我要你用工程车搬开岩石，让我们登上小岛。小丽往前冲！好了，海洋巡逻队要出动喽！哦，我看到了，有陆地！哇！派，哎，这鞋子脱不下来呀！哎呀，不脱了，先来宣誓主权。我现在宣布，这座岛是超湿无敌岛。回来，你这个偷旗子的坏蛋！我的岛上有洞，哼！我可没批准挖洞啊！离开的时候，我再把岩石放回去。好主意，小丽。我们一点也不想改变海龟的栖地。现在海蒂娜市长在哪里？救命啊！在那边！快来，狗狗们！这里看起来像是海龟产卵的洞。糟糕，海龟妈妈不会喜欢海蒂娜市长在她的窝里面的。小丽，用你的吊爪。知道了。你撑住，市长，我们会救你出来。快抓住，市长！完蛋，那个庞然大物不喜欢市长，快救我出去！谢谢你们把我拉出来，汪汪队，跟那只大海龟在一起真是烂透了。不客气，市长，要是你又深陷困境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那小子的天分根本就比不上我，对吧，小猫咪们？有那种吉他，谁都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来。有了！我的吉他不见了，一定要找到它。那我最好打给汪汪队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不想听我的美妙音乐吗？快点把吉他拿回来！他在那里！好晃啊！抢到了！我的吉他！山坡太陡了，开不上去，我们用跑的。我来呼叫支援。天天，我们可能需要空中协助。知道了，莱德，狗狗要飞上天喽！哦，我闻到吉他的气味了，在那个木头里面。我用我的钩爪去拿。我的吉他！都是他！哦，救命啊！有人要搭便车吗？要去。没事吧，葛斯塔？多亏了天天我没事，可是吉他还卡在那根木头里。不会太久了啊！钩爪发射。
哦，你得救了，谢谢汪汪队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晕晕乘快车神秘的通过火车站，我们必须追上他，查出他为什么没有靠站停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，狗狗要飞上天喽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他在那里，准备好没，天天？好了，莱德。灰灰，用你的 X 光扫描器查看火车头的内部。没问题，莱德。车上一个人都没有，难怪火车会失控的往前冲，没有人在驾驶它。莱德，开始空中搜索，寻找失踪的乘客。有任何发现吗，天天？前方有个东西。我找到乘客了，他们都躲在小木屋里。哇，但是晕晕乘员推动好多岩石跟大石头，挡住了通往小木屋的路。他们是旋风，是不停旋转的小乘卷风。哇哦，那些旋风很强大。小丽，到那里以后，你就出动工程车，把大石头搬开，这样才能让乘客安全地搭上汪汪巡逻车。我马上去。哇！哦，不好了！我们走。终于得救了！请大家不要推挤。走了走了。晕晕乘快车已经准备好，可以发车了。太感谢你了，灰灰！谢谢莱德，狗狗们，你们救了火车。不客气，不要忘了，要是你又觉得头太晕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冒险湾运动会那里出事了，所有的奖牌都不见了，听起来是个大谜哎。这次的任务会用到侦探技巧，我们需要一队最厉害的警察狗狗，带队的是专家阿奇。知道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莱德，你一定要找到奖牌。灰灰，扫描这边的地面，找找脚印。没问题。有发现吗？这边没看到什么脚印。毛毛，有什么发现？我只有在奖牌展示柜四周发现花瓣。我看到一个东西。一定要过来看看，你看上面放金牌的地方，猫的毛。可是沙地上没有猫咪的脚印，那是因为他们用了可以飞过天空的东西，所以才会把花瓣都撞掉了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抓住这些坏坏的飞天猫呢？我有个妙计，去把奖牌拿来给我。汪汪队命令你站住！请你马上把奖……不要，这些奖牌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！救命啊！我们得去救韩丁娜市长。天天，你先跟好他。知道了，看起来他现在是要去仙人掌峡谷。网子。太棒了，现在可以把奖牌还给我了。抱歉，市长，奖牌要放回原来的地方。哦，谢谢阿奇还有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只要你的奖牌不见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。古威一家坐着充气天鹅飘到海上了。救命！我们必须找到他们，平安带回岸上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开始行动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嗨，古威市长，看来你们有同伴哦。不是我们找他们来的，我们会用绳子勾住充气天鹅，拖回岸上。哇哇哇！小心，兄弟，这真的很奇怪哎。也许是吓到他们了，天鹅要乖哦。他们把充气天鹅推得更远了。市长姑姑，天鹅把充气天鹅戳出一个洞。莱德，我们在漏气。莱德，
么办啊？不快点把充气天鹅拉回海滩，它会沉到水底。水底？露玛，这是个好主意。请注意，灰灰、小丽还有毛毛，我们需要一个浮台，还有让它下沉的大石头。马上办，莱德。天天、毛毛，你们上。呱呱呱，呱呱呱，是小鸟们说的话。稳固，稳固，现在。天哪！嗨，兄弟们，飞整天去一边，呱呱呱，是小鸟们说的话。哦，今天真是惊险刺激的一天。莱德，谢谢你，还有狗狗们，很高兴帮上忙。不要忘了，要是又坐着大浮具飘到外海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法兰索瓦的潜水钟撞到船，现在它被困住了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。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还有露玛，开始行动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天天，放下钩子。哦，钩子。哦，爪子。很好，数到三。潜水中不小心把船撞出一个洞。啊！现在我要怎么把这些东西送去回收厂啊？阿奇，带发射器来。好的，马上到。微微，带环保再造车来，跟我到海滩汇合。上去吧，露玛。灰灰，现在把塑胶升级改造成一对浮筒跟特大号的真空软管。你的车有超大的船用浮球，露出垃圾的洞就在那里，我看到了。发射器，我把密封球装进你的发射器，可以补船的破洞，密封剂扩散开来，像胶水封住了洞。好，灰灰，启动吸尘器，把垃圾吸干净。好的，我会彻底吸干净。谢谢你们赶来救我。不客气，要是你又在深海遇上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来的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浪毛帮带走波特先生的迷你甜甜圈机，我们必须拿回来修理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甜甜。骑士狗狗要飞上天喽！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机动队冲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听起来有用了。莱德，找到他们了！迷你甜甜圈机也在那里。他现在做的是超大甜甜圈。哇，好大的甜甜圈！他往浪毛帮那里滚过去了！啊！快点滚！嘿，里面的你们还好吗？有比这个惨的，你看。救命！我们要快点把它关掉。怎么关？只能从甜甜圈那个小洞进去，可能要超厉害的跳跃才能穿过去。需要超厉害的跳跃，还是超炫的跳跃？喵！灰灰，斜坡！我要进去了！他真的做到了！我们还是困在这里，没办法出去。你不要那么肯定哦。好吃，可以一路吃出去。好
好了，伯特先生，您的迷你甜甜圈机又可以运转了。哦吼！要是你遇到任何圈套的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为了庆祝大钟100岁的生日，咕咕鸡要表演新特技给大家看哦。哦，咕咕鸡在挥手，祝福大家大钟节快乐。好哎，厉害！会发亮的都是什么声音？我是来抓那只鸡的，跟他那闪亮亮的帽子。把咕咕鸡还给我！把帽子交出来吧。快点打给莱德。怎么了，古威市长？那是咕咕鸡。哇哦，快点找掩护，古威市长。不过你放心，没有太大的鸡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糟糕了，讨厌的狗狗来了。小丽，帮咕咕鸡开出一条路。没问题。不行，我来搞定。接得好，小丽。阿奇，叫那些人让开。各位，快点离开这里，超大咕咕鸡要来了。好了，艾拉，该带他离开镇上了。换我长大了。你好，咕咕鸡，跟我来。谢谢威力狗，你们救了大钟姐。咕咕鸡也谢谢你，缩小到可以抱抱的大小。不客气，古威市长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敲钟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